组。条件这场拍的是大家被抓到温室来听学的片段。台子上是第一块平台吧？第一个平台是吧？叫他们看。这个片段拍的是大家被温巢绞尽的场景。稍微晚点进去。哥哥看到了弟弟脖子上有什么东西，然后拿来看了看。对，我能接住了，接住了。我在这里接住了，弟弟。好，这些条件我收了。弟弟夸哥哥超可爱。好可爱多。那我给蓝忘机了的。又在和弟弟说着什么的时候，弟弟又准备拿剑出来，然后被工作人员拦住。好，行了，准备，再见啊，来。好吧。好，头发弄一下。好，稍微往里别一点。又开始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休息的时候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就算是补妆也没闲着。两个人有说有笑的，看你们两个像明星的，拍拍大橙子，拍拍大橙子。导演一喊停之后，两人就面向对方，好可爱的大橙子。这里拍蓝湛的特写镜头。2018年8月1日，上一场拍摄的片段，根本没长进。这一场拍的就是魏无羡已经被关进地牢，然后最开始说你过去吧。导演把聂导推我叫聂兄，然后他过来来了。对啊，现在聂兄。哥哥这时候和聂导队长在其中，这时候可以看到反应啊，反应啊，反应啊，后面的人啊，还有蛮多人，这都不对。还在洗，还在这儿呢。先收起他过来以后，能尝什么是什么。要吃一口啊！对，那么好吃。是。哦，没有，馒头有。因为我们平常做的那菜里没有的。你不多，你放下不像菜一样。你就咬一口。要不你就直接塞进去。你还是整个吃掉。你还是整个吃掉。不用尝，我的意思是你哪怕是放下什么东西。我相信你也不会一直知道。咱们把手往后背一点，那个人那个门槽可爱。是啊，我这黑电话往他背的后面了。完了就温潮，我说很饿，没吃东西的。多了，再回来一点的。然后慢慢的走过去，然后一把抓住哥哥的手。去你吧，为什么要给我这么激动？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啊？不行，这边要穿帮了，刚才我让你摸了一下。后面的人怎么回事啊？然后小宝看了看聂导。干了去，滚操！滚操！看你说干吗？你没见过你放下。他们这里拍蓝湛的单独镜头。2018年8月1日，还是继续拍温室听讯的场景。一约不可轻信。哥哥边化妆边背台词当中，弟弟这个时候就很无聊，然后转头看向哥哥。你俩看向对方说了这么久吗？明天应该要背这个。一约不可轻信杀生，二约不可私自勾，三约不可淫乱，三约不可淫乱，不可妖不可喧哗，不可嫉妒。今天就要讲那一段，私自。今天就要讲那一段。私自勾，不可淫乱，不可喧哗，不可嫉妒。继续说道。我也就三行。
这是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吧。看着哥哥补着妆，自己又开始学着哥哥的台词。哥哥看着弟弟，无奈地摇了摇头。扔了吧。然后开始试戏当中。所以温潮在上面。好，来，对对对。我拜我拜我拜。这一开始就马上端正起来。大橙子也是有着一颗玩耍的心。这里拍哥哥背台词的时候，因为特写镜头，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去休息一下。弟弟在这里。这个时候是最热的天气，大家准备归位了。好，来。一拍完的哥哥就往 B 的方向走去。这里肩不小，全就补第六场呗。补第六场的全的呗。轮哥，袖子一抖，然后拍了拍哥哥。哥，你看我给你表演个温潮抖袖。是这个抖袖吗？波波模仿的就是这段，放在一起，就连表情都模仿的到位。他把哥哥逗得可开心了，这孩子是有些模仿天赋在身上的。这么多的人，就只有你俩在这里闹腾。就若无旁人的玩闹中，你俩也是不嫌热，而且笑得可开心了，又做一些只有你俩才懂的动作。蓝正，剧本让我哥哥马上接话过去。蓝正老师说头一天剧本全看好了，到现场根本没有剧本。看哥哥嘴欠的又被挨打了。真打好了，不能过分了。两人开始打架了。现在出去直接开选你啊！来，走不到。又是被工作人员叫停。战哥超时了，战哥超时了，有病吧？果然，战哥超时了。挨打不是没有原因的。看波波挨打还笑得这么开心。我操！啊！我靠！你们用这个。打到我的肋骨了，干痛吗？超痛！我再打一下，我这薄的一层，干！妈的！果然你俩一会不是这个挨打，就是那个挨打。看看后面这些人都看着你俩，全都吃瓜表情。啊！这里仔细听哥哥和弟弟的对话。我给你比较位置，要在哪儿？哎，你的你熬的那个点是红色是吗？今天晚上我去背鸭子了。哥哥这次终于听到了今天要背台词了，他对弟弟挑了挑眉，然后还在哥哥面前故意炫耀，因为蓝湛在剧里基本都是很少的台词。明天那个词要配一下，有吗？三行，有吗？三行，不。两人总是忍不住的去打打对方，换意识也没闲着。2018年8月2日，这场歌是乱葬岗温暖失去的事情，然后被蓝湛一起帮助温暖，他就在那里一直给他号脉，然后对没事儿。吓到了，
你敢拍啊？不是你啊，不是我啊。二三，我这里来。啊，十九，跨两下，不断的在练习中，完成我那一个大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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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而且站得超级还出汗怕热，脸上总是挂不住妆，所以每次拍一会就要补一下妆才行。再来一个，然后那个手就是滑那个琴的时候，他这个手是这个手在拉回来，对，是吗？就把那个音波出去，一直压着他身上的背景。哎，压压。对对对，就一直在那里做。啊。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i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s dust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every shot from the top.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我给你点分。因为南风扇的作用，面对所以站在天空中右上方是那个导航机，对，一弹，太空鸟飞下来，太空军啊，对，后边贴满了，对，温泉在后边，韩国军在这个位置，贴好吗？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嘞呀！哥哥和弟弟拍完单独的戏份之后，两人便一起拍摄了。当哥哥跑到温妮身边之后，温妮一笑喷了哥哥一脸口水。战战这个无奈的表情。一直走到弟弟的面前才说道：“站上是吧？不要碰我口水嘞。”哦，那扇子拉上来，哥哥居然还有点撒娇的感觉，就像是在闹小脾气一样。来两位，然后武术老师过来，过来，过来。弟弟两人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这时候，来这两个族人健跑，族人，你让健跑好了。开始喷防晒了。
弟弟喷完之后还喷了手，哥哥已经放弃了他的卡片走了。一看他一跑出来，一看到就喊温宁，温宁要打那个人，砰他就给拦了。用法师的战战见帅了，砰他就给拦了。对，然后这边又对着来，每当哥哥在演戏的时候，弟弟就乖乖的。我在后面，对不对？你在前面，我在前面。对，温宁这样子的。大哥，你这是在干嘛呢？一二三，他这边一反应就是先阻止，对，他是先阻止，他这边来，你这边一反应，枪一打，然后我就飞起来了吗？不然后等会儿拿着剑，拿着剑，你得插上。呀，威廉，嘣嘣嘣。哦，那一下做好定住啊！好几遍，然后没站稳，下坡。站，蹦，阿赞，蹦，好，好。我一直在问你。上一条拍完之后，哥哥马上开始背台词。就在帮温宁找回心神。然后接着开始拍下一条。对不对？再来一条。我一直在用英文修复温宁，希望能助他找回心神。我一直在修复的英文，希望能。我不是说过没有动的身上很重吗？没人动过，根本就没有人进过那血池。这里哥哥和温情的戏份可以看到之后脸上一点不高兴。温情接衣服，好，来，哇，没想到，再进来。每次一个场景都会拍到好几条才可以。波波的手总是忍不住去扶哥哥。我也变着脚走啊！一边没有运动吗？有运动吗？你跳一下。导演问问题，跳转是没戏份了。跳先跳先。波波还特意强调了一遍。温情收工。这是多不想和他一起拍戏呀！下一条就是拍蓝湛浮沉为无限的片段。有一个再接他一下。那我要进来。那我再拍一个松一点的。好，没问题。你再进。啊，来。拍摄的第一遍，这里应该是蓝湛先走。那我还要拖一下。A 级换走。所以又拍了第二遍。好了，加油！来落。来进。来送。千万不能让他下沉。这又拍的第三遍，波波忍不住笑了。对，扶一下他肩膀就行了。导演说这里是下肩膀的时候了。这么快吗？然后换衣服，准备拍16年后的场景，就是魏无羡、蓝湛和温宁一起上乱葬岗打傀儡的片段。因为是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便一起拍摄了。两个无聊的小学鸡又开始了。你俩真的是把温宁当作空气吧？好歹也和他说说话呀，眼里真的就只有彼此。来，准备，一二。2018年8月2日，这场又拍清学时候的片段，大家就像学生一样。战战这是在比划着什么？看着这么可爱，应该是比划着画符吧。上课有吃着零食的，大橙子也偷吃了，还悄悄地藏着手机到课本里。叶导这是明目张胆的吃呀。战战示意科科把风扇拿走。哥哥这是也偷吃了零食吧，吃完还拍拍手。大橙子吃完还要，真的像是一群小朋友分享着零食。呵呵，又把风扇拿给了哥哥。然后战战起身，不知道要干什么去，就和呵呵出去了。但没过一会，哥哥来了。不知道战战穿的什么衣服。不错，打不打？再去看看小心。战战是真的辣，正和骄傲的一转头。先告诉你，
张弟弟本来是来训哥哥的，结果黑溜溜的又回去了。这里准备拍出他的片段。导演，哥哥，哥哥你在干什么？老师都在你们身后看你们啊！来，我们几个人就都是大气，不乱来。接着开场，去，哎，走，开场。我再慢一点。叔父看着也是挺可爱的，弟弟不知道又干了什么，让哥哥笑脸马上又变脸了。这一会又眨着眼睛，果然像妖精的名称也不是白来的。我说了什么？说了什么？虽然是表演，但是战战的表情真的看着挺皮的。又是杜甫。叔父的背上贴了个皮带。大橙子在玩手机的时候，战战调皮的在后面偷偷看。好了，我看看。嘿。是不是给我回啊？已经失去了安静。没事啊。战战悄悄地跟师姐说什么？选择删除。然后再看第一个箱子。好了，站在你要是现在开始删的话，我马上把你微信删了。气的师姐在旁边哭了，而战战就在旁边看着脑袋，一边玩着一边看一部剧本。这个片段就是战战被叔父罚下跪的原因。哥哥这里走到右边，叔父让战战去看着他。弟弟走到左边，走错了吧？哥哥又出现了。这里又重新补拍一遍，还要拍一些演员的近景。2018年8月2日，这天哥哥请大家吃饭。谢谢肖老师。当下小姐姐是社长。谢谢肖老师。这个时候弟弟他们还没有过来。来，坐坐，找位置。感谢肖老师。姐姐都多少次感谢肖老师了，叶导还特意用别的方式感谢一下。谢谢。你还没有。战战第一次看向门口，然后再一次看向门口。又一次看向门口，然后便忍不住问王一博呢。这是哥哥的粉丝送给弟弟的礼物，送给师姐的礼物，然后弟弟的助理把礼物拿走收好。波波就吃点水果。金子轩这时候也来到，大家还是年轻的演员们一起坐着，一起感谢着战战。这个时候的弟弟在翻着聊天记录，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手机，放大来看，真的是一条一条的往上翻，据说是翻哥哥的聊天记录，但是花絮里记得弟弟的手机比较小一点。这些都是粉丝送给哥哥的礼物。粉丝一一给战战说着。战战还贴心地问他们吃饭了没有。你们吃饭了吗？对对，衬衫。粉丝送的有双肩包，有衬衫。有双防水吧，应该是。上面是啥？然后一起先拿走。哥哥又回到饭桌上。
好了，我们这里。钱那么多，先。好。